我现在宣布，我们有新伙伴了，他就是双子星。嘿嘿嘿，真难为情，大家太热情了。哼，装模作样。我就知道我不受欢迎。长臂只是嘴硬心肠软，对吧长臂？嗯，你们恶不恶心啊？太感谢你了长臂。只要是热爱和平的伙伴，我们都欢迎。我也讨厌动手动脚的，就让我来作为浩肯星与地球的桥梁，化解一切的误会吧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，竟敢偷袭特勤队。这笨蛋在搞什么？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那家伙想破坏我们的载具，给我住手！嘿嘿，可让我逮到你了！哎呀，好痛呀！长臂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以为他要对载具动手脚。我知道我身份特殊，一时之间肯定很难被接受。不过我不会放弃，就算这条路有多难走，也要坚持下去。哎，长臂，你太多疑了。是不是之前那个冒牌货让你有阴影了？我只是，哎呀！那个长臂真碍事，我得安排一下，让他闭嘴。这是浩肯星的一种特殊真菌，他们在大量吸收周围的能量，不赶快清除的话，整个城市都会大停电的。今天事态很严重，可不要出错了呀。你说谁出错啊？你站一边去，看我长臂大人怎么一下子搞定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
枪，这些真菌加热到额定温度会变成红色，那时就可以将它破坏。哼，看我的！怎么回事啊？真菌会吸收热量，到达额定温度的时机只有一瞬间，必须十分精确的攻击。难着了，这样下去就麻烦了。那个，我有办法，不如让我来试试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释放出分神，原来如此，这样他就可以绝对精准的同时攻击了。这个是温度探测程序，使用它可以精确预测温度变化。好，嘿嘿，那真菌的散布就拜托你了。都清除完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了。幸好有你，双子星，提高了我们清除真菌的效率。我认为你完全够资格成为变形联盟基地的一员。这样夸人家，人家会害羞的吗？这几天都没看到双子星。哼，他不出现更好，我才不想和那种可疑的家伙当同伴。长臂，你太过戒备了，
上次行动中他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。是啊，我们应该给予双子星更多信任。喂，你们两个怎么都在帮他说话呀？长臂的顾虑我能理解，不如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考虑是否让他加入。同意。是双子星。各位上午好，你们猜我现在在哪儿？啊，是游乐园。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周末的直播了，为了汉语和平，为了两颗星球的美好未来。周末9点，我将在这里举办一场直播，我希望能邀请大家来现场观看。嗯，好的。长臂，你也会过来吧？哼，我当然要去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。那就说定了，周末见。哼哼。变形联盟已经接受邀请，相信双子星很快就能打入他们内部，届时里应外合就能一举歼灭。届时？你还要我们等多久？这计划就是在浪费时间，不如直接动手来得更快一些。可这能减少不必要的战力损耗。哼，你们这也算战力？就算全部折损了也无关痛痒。你说什么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他们做做跑腿还是可以的。好了，通知双子星继续按计划进行。是。是兔子。哦，还有和平哥。以上就是我带来的魔术表演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接下来请允许我再次介绍自己，我叫双子星，而这是我的故乡浩肯星。虽然与地球文明的演化历程不同，但浩肯星人同样追求爱和和平。为了守护和平，我的同胞曾穿越星际追击邪恶虫兽。是变形联盟。是变形联盟啊。没错，正是他们。大家好。而我也和他们一样热爱和平，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化解冲突，在两个文明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。对，支持你。那么我亲爱的同胞，你们愿意和我一起为星球之间的和平而共同努力吗？这和平共处。和平共处。这家伙真会搞花样。根据计算分析，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。现在气氛高涨，我们很难不做出回应。也只能先应下了。
真可惜，明明只差一步了。双子星，你没事吧？我最讨厌人家弄脏我帅气的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帅气的脸？他有点不对劲。叫！你这家伙，终于暴露出本性了。暴露？你是指他吗？原来你们不知道啊，我是双子星，拥有双子人格，你们不应该激怒我的。我发起怒来，连自己都害怕。本来还想装下去，谁叫你们弄伤了我的脸？子星还是那么失控，真让人头疼。没办法了，计划提前执行吧。